兄弟们，今天挑机任务也是完成了啊！今天一共是给粉丝挑了两台机器，一台 iPhone 13美版5锁128的，还有一台国豪256的13 Pro Max。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市场行情啊，像13 Pro Max、国豪128的，现在市场上大概是一个38到39张左右，256的国豪大概是在一个42到44张左右。像这台13 Pro Max 256国豪的，我们就是在市场上42张给粉丝拿下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外观成色哈，外观呢也是非常的亮，整体能达到一个95星的一个层次啊。像13 Pro Max 的这款机器，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大概都没有怎么掉价哈、就因为最近这个14 Pro Max 迎来一波大降价，导致这个13 Pro Max 也掉了3张左右。那这台国豪的13 Pro Max 之前的价格一直是非常的坚挺，过去一年多都没怎么掉价，最近掉了2-3张，就是因为这个14 Pro Max 掉得太狠了。这台我们42张拿下来，就加2张就出到这位粉丝手里，给他送上壳膜盒子快充，不撕保修标的情况下，我们都是保修90天的啊。这台13 Pro Max 的国豪256的，4000出头的价格，让你拿回家再用3年不卡顿，3年后它也最起码能回收一个2000左右。好了，废话也不多讲，想挑原装靠谱二手机的，关注阿斌啊。